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相声，这不巧了吗？表演者张鹤晴、刘鹤安，掌声有请。谢谢朋友们的掌声、啊、谢谢大家。刚才是一个群狗相声，哎，群狗相声，三位老师很卖力气啊，三个老师干了40分钟，哎呀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会压缩的很短，大伙儿坐，为了不耽误您看烧饼，我们尽量快说快下去啊。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啊。有的朋友熟悉，有的朋友不认识。嗯，上台来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认识一下。我叫张鹤晴。哎，是他。这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不要鼓掌了，不要。来不及了，已经。介绍一下，我是。不许乐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不许乐，不许乐。介绍加快速度一下，我身边这位太好了，鹤字科的是亲师兄弟，对，刘鹤安。哎，谢谢。啊、不要不要，我们不需要。刘老师相声说得好、嗯、是俩人好搭档，对，但是呢我们俩也有点问题、嗯、什么问题？你们台下互相不交流，说话少，不交流到什么地步？您说吧。他儿子要不过生日，嗯，我都不知道他结过婚。你瞧瞧，你看入活了。哎呀，你瞧瞧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咱俩就相当于不认识了。就是不认识吗？真的不认识，就是不认识、嗯、你说这玩意儿咱我得了解了解。那应该了解，行吗？可以。结婚了？结婚了。你看、嗯、我不知道嫂夫人干什么工作的呀、哎、嫂夫人，你不就问我媳妇干嘛的吗？对呀、啊、我媳妇在天津一中的语文老师。谁呀、啊、我媳妇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哦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啊啊，入活了，我是吧，很演员一秒入戏啊。哎，嗯，我媳妇儿嗯也在一中语文老师啊。哦，不要互动了，你也结婚了？互动啊，对，我结了。哦，你媳妇儿也在一中当语文老师。对对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哎，你不说我不问，咱俩不交流。你瞧瞧，真是 哎，这事儿疏忽了。哎，你媳妇儿在一中几年几班教语文呢？3年3班教语文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哦，怎么又巧了呢？哎，这个我媳妇儿也在3年3班教语文呢。哦，你看这事儿到的。你媳妇儿也在3年3班。3年3班吗？3年3班语文得多次啊。要俩语文老师。你得这么想、啊、我怎么想？学生多，嗯，这都叫3年3班、嗯、俩班。对了对了，时间不允许我抬杠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，就得俩，体育老师4个、嗯、没错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挺知道的。我怎么这不能知道了？挺明白的。时间不允许我知道。不知道？你问你，我不说不问，咱俩不交流吗？沟通太少了。你看看，聊天太少，他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是不是？真是。哎，你媳妇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姓李呀。啊，叫李美丽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。怎么了？我媳妇也叫李美丽呀、啊，英文名字，嗯 ，Beautiful 李。哦、那你媳妇儿、哎、你媳妇儿好洋气哟、哦、哎，洋气不了多少。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也叫李美丽。对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、哎、你不说我不问，咱俩不交流啊，沟通就太少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保不齐他们俩比咱俩都好。你真的，那人家可能是同事呢。那保，那肯定的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、都在3年3班、哎、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下了一往对了说啊、哦，怀孕了，嗯、生下给我生产了一个，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怎么了？你媳妇儿也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包袱还是要的，嗯、要得要得。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啊，你也有儿子？对了，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不说我不问，咱俩不交流啊，沟通太少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哎，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叫爸爸？哎。谢谢大家。哪谢谢？完了完了，可不完了，完了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我都意识到了啊，我意识到了。你意识到什么了？不行不行，你说了，咱俩聊天少，你对我了解，我对你不了解呀。就完事儿了？没完事儿。烧饼上来了。这等会儿等会儿，这烧饼再烙会儿，再烙会儿啊。火大了，掉皮儿了。这掉不了，掉不了啊啊。掉不了。我你问完我也得问你呀、啊、咱得互相了解呀、啊、耽误队长跟大伙见面啊，这个演员啊，那不是耽误你，就流程你就得来呀、啊、对吗？对吗？刘，我问问你，不也结婚了吗？结了啊。啊，你媳妇在哪上班啊？我媳妇在银河系给复仇者联盟打替补。
啊，巧了吗？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，这也太巧了吧？太巧，太巧。哦，我媳妇儿也在银河系给复仇者联盟打地补，咱这脑子一遍就记住了。我呀，好，哎，我哎，哎，我这。问我加油啊！加什么油？问我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哎，你不问我不说，咱俩不交流。这事闹的，你瞧瞧，我问问你媳妇儿给这个几年几班打替补？这话问的我都没自信了，已经。进行下一趴。下一趴，这工作没法聊，你这怎么问的，对吗？给复仇者联盟打替补这玩意儿呢？哎对，哎，你媳妇儿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媳妇儿姓勋啊。姓勋。勋，这姓勋，百家姓有姓勋的，有姓勋的呀，薰衣草的薰，孙悟空的勋，孙悟空，行，姓孙啊，到底是什么？姓勋，勋就姓勋，就姓勋，就姓勋，叫什么？叫熏肥肠。你媳妇这么腻吗？你媳妇可以不腻。行，你也巧了。对吧，巧了，太巧了，快巧吧，好巧啊，我媳妇儿也叫熏肥肠，对不起媳妇儿啊，我媳妇儿也叫熏肥肠啊，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你不问我不说，咱俩不交流啊。你看这事闹的，你媳妇儿给你下了一个什么？你忘对了，说，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一个什么？我生了个儿子啊，你媳妇儿也给我生了个儿子。对了，说吧，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了个儿子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时间紧迫呀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，你不问我不说，咱俩不交流。到了关键了，朋友们，我要问问你，你儿子管你叫什么？张叔叔。哎哎。你儿子管你叫什么？叫张叔叔。他不能叫张叔叔。叫张叔叔。他不能叫张叔叔。他叫什么呀？叫爸爸。哎，去你的吧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